这个出去是这样子，拉出去是不是？拉回来是这样子，这在这边，你看，扶着，趴着，感觉是趴着，哎，你看，从这边到趴着，这样子趴着，你看，你还没趴住。趴着是什么意思？趴着好像老虎要出去以前那个趴，扶在枪上面。你看，这个要去抓那个感觉哈，这个感觉是，你看到这边是开很大嘛，是不是？我要出了，扶在枪上面，你看这样子的，而不是这样子的，这样你没扶。这是枪，我扶在枪上面，趴在这个枪，感觉是要趴在这个枪上面，听不懂？这个人在这边，这个。好，你看重心还在后面，哦，这里拉回来是这样骑马步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他在这里，你看这样趴着，这样趴着，手也是，你看手变成这样子的，贴到棍子，不要这样的，手肘不要开，贴棍子，你看后手也是。贴棍子，顺着棍子一条线嘛，不可以这样子，听不懂？所以你都要跟棍子成一条线啊，拉回来也是，你看一条线在这边，而不是在这边，这就不是一条线了，听不懂？一条线，你的手臂跟棍子，你看这是一条线嘛，是不是？啊，趴下来还是一条线，这样子，听不懂？不是这样子，这样都趴着，所以你的身体也是一样嘛。我的身体趴在这个枪上面是这样趴着，晓得吗？这样趴着，而不是这样子。啊，我枪要出了，你看，趴着。人是不是藏着？是不是这样子 ？James 在我前面。我如果这个样子，我人没藏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这样子，这样是不是藏住了？你的枪头在这边，这样子。所以你的枪要出，你的枪一拿，枪要出，这样子扶着，晓得吗？你看。人要扶在枪上面，啊，啪，这是开，扶，听不懂？听不懂？啊？还没到完全懂。你的身体才有一个进退嘛，你看，回来，啪，出去，回来，出去，回来，出去，回来，出去。回来，出去，而不是这样子。这样子你没动啊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。啊。